嗜血的大冲锋。其实这么久限完了，我应该还要不用再去好友那边找了。OK， 然后然后又失联啊，不要和服经济吗？嫁给啊，这个好像蛮帅的耶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啦，哦，这个，原来这叫和服经济哦。我想讲和服啊，然后要怎么讲？我想说我经济场要重打了，就是安尼，一倍速的和，不太对。哦，这样一堆新手爬上来耶，哎，这游戏很凶。嗯，多新手可以回锅，赶快把你的排名榜打起来。给我。最近真的是大赚元宝哦，最近大赚元宝。哎，好友最好好靠些。哎，不要。所以和服经济就刚才讲了。那其实还有和服礼吧。我确实也可以讲了啊，玩转。这也可以讲啊。对，这可能看一下商城吧，每次再到商城起来编一下。等一下我就说，哎，可以不要编商城。这是821啊，哎，821是今天吗？你看他们聊就饱了。可以啊，但是我习惯在。